2046行ってみた。もしかしたらそこで彼女が待ってるんじゃないかと思う。你离开2046的原因呢？你是干什行的？我帮保管实验。管你喜不喜欢我，反正我是喜欢你的。因为你不肯同我齐走。你不是说可以不问？爱情其实有时间性，即刻太迟或者太早，结果都是不得的。你怎么单挑这些呢？可能因为个 number 吧。